这个呢，就是打气筒。你等一下再来研究一下，我自己也有打，我自己也有带打气筒来，但也是要比照一下。再来是巨有的打气筒，不过它这一支好像有比较长一点，就是打气的行程看起来好像会比较长一点。三天了，感觉确认一下，啊，那这个也有，就是你要拆气嘴之前，就是要拆这一部分，它顶针就不会顶在气嘴上面，你拆的时候就不会漏气。其实还是很多车友不知道该怎么用，不看我影片，记得关注。好，讲那么多，我们来看 Master。好，这个开箱你们看到就是它脚靠垫是吧？大的部分都有装塑胶套，哦，两边都有，进单呢。气嘴在哪里？好，气嘴在这里。还算卡罗森还可以塞。谁来掏钱？转来前面。我还要讲他的停车架还有那个软垫，刚刚停下去还会晃一下。因为车子还蛮重的。一个人几公斤？95。95。先达到30。